左腿，膝盖就痛，左腿膝盖疼，还是水啊，水流啊，冲过来打过去，冲过来打过去，有时往这里冲，有时往那里冲，水流啊，有时往这边冲，有时往那边冲，有时这里冲，有时那里冲，水啊。一会往这边，有时往这边冲，有时往那边冲，是有时往这边冲过来，有时往这边冲过来，有时往这边冲过来，是一个，这个是啊，水位高低在变化啊，就是一个水的像拐弯的地方啊，拐进去的地方，有时水位高，有时水位低，有时水位高，有时水位低，这个弧形的啊，以后把另外一头也开通，这样的河水啊不会，有时涨起来，有时落下，有时涨起来，有时落下去，让它开通了以后，那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